两大将积压为应冲最快金约谈。当困难来临的时候，请你举起你的左手。当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请你举起你的右手。团结的力量，彼此感受。鼎新制油正义公司使用饲料油劣质猪油当原料，减掉佐鸡鸭陈茂家和育人。经过法官讯问后，认为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事实足证有应灭证据之余，认为有串证之余，所以本院裁定予以羁押，并禁止接见及通信。但之前明明是三个人一起开记者会答，怎最重要的漏掉了？造福大众的惶恐不安，我由衷的深深的歉意。共犯啊，这位是不是就是外界所指的魏应冲？这是属于侦查中的事项啊，本院无法说明。张检表示，看掌握的证据到哪，再来决定最快金约谈。而另外三名被告，两个请回。被告呢，涉嫌将关系他人刑事犯罪的证据藏匿在自己使用的小客车上面，因此呢，当场将他改列为被告讯问。永新闻综合报道。